哎呀，签书会啦！啊，人妻的写真集，你不要讲这种奇怪的，这什么奇怪的标题？对啊。今天是那个。今天是签书会，然后这是我的周边台剧。贴到哎，我到现在我还是没有翻开，不敢翻是不是，我真的不敢翻。你知道越熟的人，然后这样子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惨。然后如果还讨论的话更奇怪。别！哎呀，哎呀，一个卡撑啊！卡撑遮一下，这样感觉就是那。裸体，那你知道这个还有做成那个哎、欸、滑鼠垫？哦，我以为是那个挡泥板。所以真的有人拿滑鼠在我的，啊，用完脸脏脏的。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张？我最喜欢哪一张？啊，你说最喜欢哪一张哦？但其实我一刚开始在看，就是挑片的时候，我超爱这一组的。赵强，女生都会选那一组。这组我也很喜欢啊，对，这很正哎。但你知道有就是女生球迷跟我讲一件事情，然后让我哭笑不得。他说虽然这个很正啊，但怎么有一种孕妇写真的概念？孕妇写真不是都很喜欢？他没讲没事，讲了之后就觉得你是不是觉得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？其实这次周边很多，除了有书之外，桌立啊，滑鼠垫啊，抱枕啊，浴巾啊。技术蓝牙，等待连接。来，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宠物。我告你，你养这个，哎，养这个可以吗？哎，可以。啊？我有邻居养了两只。告他们开始啊，是第一场吗？你说签书？对对啊，以前都没有过，没有啊，对啊，就是还在当啦啦队的时候不有名，现在变人气的人气的诱惑。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抢周边商品？对，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像这些有一些没有带过来的，什么海报、拼图那些，其实都卖光光的，就剩现成的。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翻一下。正常发挥。然后今天有一个，我就给大家福利，大家都有。除了神秘小礼物比较好福利，所以我们有特别准备方形的拍立的，是现在时下最流行、最新的方形拍立。失眠问题的这个枕头，超疗愈，抱着它绝对睡得很香。抱着人家老婆睡得很香，对，人气才香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今天要电脑人气，我们看，就是买一个我爱你520。哇，不值啊！哎呦，哎，我真的是摆在那个 pose 你知道吗？这张脸啊，真人还原。就是在这个地方断点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来看没有在的，不知道你们今天来干嘛的哦。这位他也有买我的那个滑鼠垫。滑鼠垫好不好滑？好不好滑？别这样，别说。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边的环境就是当时拍摄的现场哦。嗯。看月亮。你们是底部？你今天拍什么？没有。该可能平常都没有好好做你。我知道。就还有，就三个字。假设你这辈子真的只能再跟他讲三个字，要讲什么？讲顺下去好不好？好。记得看着他讲。由他来选，坐在王位上面。那我当老师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我爱你。哇！所以眼神要先出来。对，眼神要先出来，你要打动他的心。哇！准备了，就是 only one， 就是不会再印，就是只有这一
上，那等一下就可以请我们演员签名在上面。对，那我们有两幅，这是其中一幅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会用一元起标。好，五百，你吗？小五百，小五百，一千，一千。对，我们扣扣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看一下摄影师，都进来了吗？有没有人被挡到？好快哦！不要泄露我的，OK 吗？那我们这边拍个动态好不好？大家跟那个挥挥手。你怎么自己在晃？叛逆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演员的频道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影片哦。